今天来揭晓2021年底送种子名单，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让我在冬季感受到温暖。按照承诺，前三份种子礼物送给最早的三个留言 ID， 恭喜 Melly Chu、 金阳章和 SL2020。 现在是12月3日晚上10点刚过，留言已经截止，我准备开始抽奖，还是用去年用过的 Comment Picker 网站，去掉已经确认的前三名留言 ID 和我自己，将随机抽出17份。现在开始，第一个幸运儿是 June， 你的油管第一次留言就让你这样幸运。好，接下来一个是 Tennessee， 恭喜你了。接下来这一位幸运者是 Yuki Kong， 谢谢你。花儿也是第一次留言的幸运儿。好， Mandy Lu， BTI Maintenance， 你可真直接呀。 Fanny， 恭喜了。惠君瑶、永杰尼、 Grace Young， 老朋友了，你很幸运呀。包旺，你运气很好啊。戴英雄，下一个云潘也是第一次留言的。小华王、娟 LJ、 Janet Tao。 好，下面这是最后一位 Julie L， 恭喜。这样17位幸运的朋友就全部出来了，希望你们新的一年也能好事连连，心想事成。在揭晓另外20名有眼缘的小伙伴名单之前，先跟以下同在湾区的朋友们说明一下，你们将不在这个名单中，但要请你们跟我单独联系，只需告诉我你所在城市，也许我们可以以其他方式交流，比如线下交换分享，我现在还没想好，万一我漏掉了你的名字也请联系我。现在公布最后20份，有几位去年得过种子的老朋友，你们的留言依然打动我，不过今年就让机会给更多人，咱明年再继续一起种吧。好啦，名单宣布结束了，非常抱歉不能满足所有人的期盼，以后请多多支持互动，一定还会有机会的。请名单中40位获得种子的朋友在10天内跟我联系，发电子邮件给屏幕上的 email， 请一定注明你的 ID、 你喜欢的种子名称，并给我你的地址，我会陆续寄出种子。感谢你的支持，希望我们一起继续快乐种植，欢喜收获。